团竞赛节目 Queen and Two 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。在日前播出的节目中， Brave Girls 选择了 Kepler 的 Mask 作为翻唱对决曲目。当天四人穿着白色西装，轮流展现了高水准的唱功，让其他参赛团体以及观众纷纷赞叹，真的表演得很好，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很努力。然而 Brave Girls 并没有因为获得许多正面评价而逃过垫底的命运，当他们看到名次公布后，纷纷露出失落的表情。队长明映更是在采访时忍不住落泪表示，能够打造属于我们特色的舞台，我们真的很高兴，但每次都是不好的结果，我们也是人，也会感到很伤心。之后优婷也在待机室询问，我们真的这么差吗？让许多粉丝看了心疼，表示真的好难过，他们明明表现得很好啊，希望第三轮的比赛能让他们扳回一城。